最后真系有机会见顶啊！调查显示，全球有近八成嘅基金经理都相信美国加息已经完结，仲唔趁住今次嘅机会做一年期嘅美元定存，锁定5.3厘长息，着数过做港元定存。今集 ET 至高息带大家搜罗5厘美元定存，仲有兑换货币嘅优惠，唔好错过啦！